有人跟我讲，约塔双马公园这边有像金线山天湖一样的水坑，然后我用无人机转了半天也没看到，我就看到对面那边有株洲的一个清水塘大桥，然后我就飞了7-8公里飞过去了，然后再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桥的结构。这个桥是全钢结构啊，上面是走机动车，下面走人，现在是下午3点多钟，走人的这个桥没有多少人啊，可能是太阳太大了。其实我早就想到这边来飞，然后又没时间，主要是路程太远了，来去来飞可能要1个小时。其实这边晚上来玩我觉得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这边下面还可以骑电动车，吹吹晚风啊，是吧，看看像这样的还是不错的啊。先这样了，先回去了，拜拜。